十几岁那会儿就来到北京，是坐绿皮火车，站了27个小时，我就不觉得累，我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火在给我点着。放的想象，接受到大后的迷茫，等待的时光，刻下专注时的脸庞，相信清风终会吹开云。就是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努力拍着戏，希望更多的人看到。谢谢，我们角色再见。